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老鼠人 YC。本期呢 ，YC 终于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位 YC 私藏很久的日本女 rapper Ada Teresa。那首先呢 ，YC 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YC 对日本嘻哈的一个认知吧。相信家人们可能看过一些比较资深的日本说唱 UP 主做的一些相关内容啊。嘻哈音乐在日本算是一个比较感觉不良少年听的音乐啊。这种刻板印象呢，在如今的日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啊。所以在跟周围的人交流音乐方面呢，大家更多的是喜欢说一些比较主流，那毕竟 YC 不是混说唱圈的，也不认识一些专门做说唱音乐的朋友啊，并不妨碍我对这种音乐的喜欢，但是有一说一，在日本确实能感受到一些文化的壁垒吧。 OK， 说了这么多废话呢，本期还是想跟大家分享日本吴亦凡这位小姐姐呢，也是走 JKY Kira Z 店那一挂的，但是呢又有一些日本独特的味道。 OK， 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歌的波一库啊。話してたい一晩中なんか隣に座れば落ち着く多分私たちは蝶に合ってる肝心な言葉が言えなくなる日本能吃到这样的外卖就离谱。太好听了吧。特言有点像艾热艾老师。哎，这个人的歌词写的真的是太好听了。小姐姐舒服。哎，这个人的歌词写的真的挺好听。OK， 家人们牛啊！这首 Forever feature 的是 Whatever， 我不关心啊，只关心这个小姐姐。希望家人们可以更多去搜索她的歌，真的都非常非常好听。这首歌也是她最近新出的一首歌，虽然不是很炸裂的那种风格，但是真的非常起飞啊！如果一个人静静的听，真的非常舒服啊。OK， 如果你喜欢 YC 本期视频，请简单点赞，我们下期再见。